好，那么欢迎收看我这个新的这个视频。我今天试录一下啊。那么《恶魔之魂》最早呢是这个09年刚出的游戏啊。最早的话，我就是说我刚买 PS3 的时候，就是入了这张正版，当然也是一个最终的那个 Base 的廉价版啊。当时玩的话是觉得泪感不爱，但是后来慢慢摸索的话呢，就觉得这个游戏我已经深深被这个游戏迷住了。那么这个游戏其实这个主打呢是它的这个网络要素。那么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把你 PSN 的那个账号登录的话呢，它会自动给它连到那个上面那个服务器。联网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看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游戏里面其他玩家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入侵啊，其他的玩家，或者被别的玩家入侵，或者是刷一些这个个人世界黑白，这方面比较复杂。那么也是，那么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个红桃2000做的这个《恶魔之魂》的实况。那么它这个优酷空间也是在我那个推荐方案里面有，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做这个完整的实况啊，也是非常。也是录得非常好啊。好，那么这个开头的这个过场动画结束之后，我这个要就是开一个新档吧，因为这次试试看看。因为之前我玩的这个角色的话呢，职业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纯正的近战物理流的这个。当然，这个恶魂的话呢，后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职业的区别的，就是只是你的出身方面这个九大职业是不同的。那么主要就是有士兵，那么这个士兵的话呢，是这个博雷塔尼亚最常见的那种战士吧。如果你一上来的话呢，基本上碰的就是这些人。那么还有这个骑士，那么这里面骑士也是有普通骑士和神殿骑士，那么这两个职业初始状态还是区别比较大的。骑士的话呢，他这身甲还是不错的。还有他这个盾，那么这个猎人是一上来就可以使用弓箭，他副武器是一个这个斧一把板斧，那么这个斧的叫什么我忘了，因为之前没有用过斧头这些东西啊。剩下就是牧师，那么牧师的话呢，就是信仰这个天神的僧侣战士吧，然后他们上来之后，他们是初期唯一两个可以使用奇迹的这么一个职业。
那么，当然，他上来之后，这个奇迹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没法回篮啊，他这个篮只能用一次，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初期的话，那么这个魔法师是这里面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有槽点的这个职业吧？因为上来之后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选法师，但是一上来发现这个法师并不是特别好用，因为他没法回篮。那么上来之后可以回篮的话呢，就只有一个这个后面的贵族是有一个芳香戒指，芳香戒指是可以缓慢回篮，但是回得非常慢，非常慢。我最早第一个职业用的也是这个贵族。那么这个流浪者的话呢，手拿是一个这叫长刀还是弯刀的？他身上这身甲的话呢，一般感觉他这种甲一般嘛，他这个盾呢就是普通的那种圆盾吧，好像跟贵族的有点像，我没用过这个职业，流浪者。这个蛮族啊，是这个九大职业最初始里面这个血条最长的，也是攻击力最强的，但是他防御力很坑。你可以直观的看到他没有盔甲，他身上没有盔甲，是九大职业初始以来唯一一个没有盔甲的。也就是说啊，你攻强守弱吧，大概。当然后期也可以。那么这个盗贼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他这身装备非常的亮眼。他这个背刺的话呢，还是比较，他这个背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里面有后面的话呢，可以在游戏里拿到这个盗贼戒指，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戒指。那么我这回准备刷一个神殿骑士的这个职业啊，那么这个职业你可以看到，这个盔甲可以说是九大职业里面最屌炸天的一套盔甲，但是这个盔甲的话呢，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待会儿我试一下，你们知道了。一个神殿骑士也可以使用奇迹，那么也是回复。但是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运气非常低啊，也就是说他不容易搜寻到一些隐秘的一些物品。那么贵族的话呢，就是上来有芳香戒指可以回蓝，而且他上来之后就会灵魂剑，那么也是新手都经常用的这种职业吧。我第一次也是用的贵族，但是我发现这个到后边的话，我加点是没加好，想走物理系也没走成，魔法系也不够，那么悲剧了。最后，那么这时候我就随便，哎，不能随便。我假如我要是录用这个号这个录视频的话，我一定要得捏一个长得漂亮的妹子。我操！他这个随机的感觉怎么有那种2K 的即视感啊！我操！哎，对，可以跟大家这个讨论一下关于游戏背景和剧情。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类型的话是有四个，一个是东方系、西方系、北方系、南方系。那么东方和西方那个，大家肯定就是差不多都能想象到啊。西方大概就是欧洲，那么东方不就是亚洲吗？南方的话呢是黑人，那么北方的话呢是皮肤特别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设定方面背景还是很有槽点的，很深很深的背景。那么之前那段动画的话呢，大家应该是看那个预告片的话呢，应该是已经见过了。那么这个背景主要就是讲的是北方的一个大国，一个战士国叫博雷塔尼亚，是被这个一团浓雾笼罩啊，像不像尼玛帝都啊？我跟你说，现在录视频特别有体会啊，就是前几天这个帝都那个大雾啊，这尼玛是 PM2.5 啊，就差没出怪了，你知道吗？有人说是寂静岭，其实我感觉更像这个《恶魔之魂》里面这个上来之后的这个博雷塔尼亚王城啊，是被这个一团浓雾笼罩。那么它被一团浓雾笼罩之后，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那么有很多想要知道为什么的人呢，是踏入了这片浓雾的缝隙，但是都没有能够再出来。但是后面的话呢，是有一个人
活着出来了，他的名字是双剑。双剑他叫这个是叫拜兰尔法克斯吧，我好像他那个名字是繁体字，我之前一直不知道第二个字叫什么。双剑之一的拜兰尔法克斯，他是逃出了这个博雷塔尼亚王城，告诉这个外边的人说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恶魔侵占了这个王城。那么其实之后还有一段剧情会给介绍。那么我们主角的话呢，哎呦我操，我这捏妹子，我怎么感觉我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我其实我想捏出一个短头发的来，因为这游戏只有这个短发，就像乔本爱那种短发的话，看上去会就是基本上可以就是遮一下丑嘛。因为我其实看见过之前一些国外日本的论坛，恶魔之魂论坛，他们里面都有一些玩家分享他们自己捏的这个妹子啊，或者是这个男的啊，哎呦，我总之我看人家捏的真腻嘛，是各种白富美啊，就是真的捏的，你感觉居然还有捏出像那个特别特别那个就像初音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这是游戏捏初音的话会有点毁三观的感觉，但是自己捏的话是怎么也捏不出来这感觉。哎，这个样子好像有点像，不过他这个脸是不是有点胖啊？我操，我跟你说大家还是习惯嘛，我这个人上来墨迹还是主要因为我玩角色扮演游戏上来捏人的话要捏好久啊。当然我可以后期剪辑，我觉得这样子只能说还顺眼啊，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啊。这个微调，它微调倒是能调很多选项。哎呦，这选项还这么多呀。那么那个国外论坛啊，他们好多捏完人以后会把自己的数据给分享上去，然后很多人觉得他看着谁谁顺眼的话就照他那个捏，但是捏怎么也捏不出来人家那个感觉。你说这是什么？上来我还要给这个妹子起个名，给她起一个英文名字，也只能起英文。我决定给她起一个特别牛逼特别屌的名字，就叫她皮内斯吧。那么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皮内斯，皮内斯。那么在英文的意思，英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牛逼、非常屌的意思。哎呦，这个我再美化一下吧，我这个妹子。这个地方剪辑一下吧。我操！我捏了半天，最后给妹子化妆了一下啊。好了，那么这个我不墨迹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个游戏序章吧。King Aland the 12th, by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souls,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to his northern kingdom of Boletaria. That is, until the colorless deep fog swept across the land.Boletaria was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ose who dared penetrate the deep fog never returned. But Valarfax of the royal twin fangs broke free from the fog and told the world of Boletaria's plight. That the old King Alant had aroused the old one, the great beast below the Nexus, from its eternal slumber.And that a colorless fog had swept in, unleashing terrible demons. The demons hunt down men and claim their souls. Those who lose their souls also lose their minds. The mad attack the sane, and chaos reigns. Valarfax spoke of the enticing power of the demon souls.Each time a demon claims a human soul, the demon's own soul is invigorated by the life force. And the power of a mature demon soul
is beyond human imagination. The legend spread quickly. Mighty warriors were drawn to the accursed land, but none have returned. Bjor of the Twin Fangs, Yurt the Silent Chief, Sage Urbane, Skurver the Wanderer, the sixth saint Astraea and her knight Garl Vinland, and Sage Frake the Visionary. The colorless deep fog slowly creeps beyond Boletaria's borders. Humankind faces a slow and steady extinction. The deep fog will eventually swallow all lands near and far. But Boletaria has one final hope. A lone warrior who has braved the baneful fog. Has the land found its savior? Or have the demons found a new slave? Brave soul who fears not death. I shall guide you. So that you may lull the old one back to slumber.好，那么这个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这盔甲，我这个三观啊，这盔甲重的根本就没法翻滚，所以我上来之后必须把这全卸下去啊，然后让这个妹子穿便装，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真的，哎呀，这妹子穿的太多了，有没有？我们来亮的地方看一看。哎呀，妹子这个身材，这个尤其是上半身有点那个啥，哎。胸不平何以平天下，对吧？正因为胸平我们才能平天下。这个地方来了第一个怪，我操操，别转啊，我叫你妹的转。我那么神殿骑士上来之后用这把武器是叫戟还是什么呀？我跟你说，我鱼死早啊，我对写的复杂这种字基本上我都一般都读错，是不是叫戟啊？这个上来之后应该是九大职业里面非常屌的一个近战武器戟。那么这个你也看到它这个样子特别像一个长斧，但是其实呢不是，它呢应该是类似于锤这么样的。我操，这招太帅了，我跟你说，神奇他拿的这个戟真是出奇，真是一个相当牛逼的这个武器。我之所以选这个神殿骑士，也是因为先开始我其实想选那个神职，也就是牧师的。我后来开了个小号，然后把1-1这个一口气就是肉身给打过去了，发现根本就没法玩啊！1-2，真的，那尼玛，那就他那个钉头锤打那个高塔骑士，打一下才掉尼玛十几的血啊！非常危险啊，基本上我也就放弃了那个打算。大不了后期走魔法的话多升级，给这个智力多加点智力和魔呗，那也没办法了，因为后期的话不用魔法还真的是比较难啊，有一些这个场景的话。这个就是楔形石，什么楔形石啊？拱心石，那个叫楔之神殿。那么我们上来之后，其实这是一个给新手，就是上来之后一个训练关卡，你可以选择跳过。但是的话呢，
我就记得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是被这个训练关卡里面这个小 boss 扩散尖兵一斧子给锤死了。我今天决定试着杀一下他，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个用过近战，你知道吗？就之前我用过这个神职，我用过牧师，我用过贵族，我用过那个蛮族，但是从来没有近战搞死过这个序章里面这个小 boss。那么这个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敌人是一个蓝眼的骑士，也可以叫青眼骑士，哎，管他叫蓝眼嘛，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偏蓝。那么这个蓝眼的话呢，打你一下很疼啊，前期的话如果不穿甲的话，他估计要真是捅你一剑的话要掉一半的血，有可能一下就捅死了。我试着弹反看能不能弹一下，弹反是杀他最快的方法。哎，你打我，打我啊！哎，我操，可真弹成了。不过说实话，之前我是很少用弹反，因为这个太考验人品了。你说万一没弹好，一剑下你死了，你真是哭都没地儿哭去啊！因为一旦死了的话，又要从这个地方的开始重来，所有小怪又刷出来，而且你草的话也不会回。你草用了就是用了，接下来的话呢，草越来越少，到最后连草都没有了，你怎么打 boss？ 而且你死的次数太多的话呢，容易黑，就是因为它这个游戏里面还涉及一些这个世界黑白和个人黑白嘛。之前的话呢，我是最屌的话，我记得我是最早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建了一个贵族号，居然五个世界都纯黑了，其实连原生恶魔都刷出来了，哎呦，特别难啊那阵。好了，我们越过这个门之后就要搞这个训练关卡里面最难的一个小 boss， 一个 boss 了，也就是扩散尖兵。基本上大多数人上来之后，一进这个白雾门，直接就被他一斧子给拍死了，连尼玛眨眼都没眨成就死了。我以前也这样，上帝保佑。我其实挺紧张的，我跟你说挺紧张的，真的。进去吧。主要打他的话呢，就是绕他屁股。你如果在正面的话，你必死，因为你前期这个血条太少，血条太低，必死。之前我用神职的时候打这个扩散尖兵，我发现，尼玛，他那个神职的那个钉头锤打压，打他屁股一下才减十几的血，我后来果断自杀放弃。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神殿骑士，他这个挤的话打上去还是很疼的，差点扫了我。我还别说话了，我还是专注一点，万一给扫死了。你们现在可以猜一下我能否干掉他。我觉得我没有信心，我有1%的可能。我操！哦 ，no！我不说话了，赶紧跑到屁股上吃个这个半月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很给人一种老是想后入这个敌人的倾向，敌人的屁股都是这个我主角最喜欢的地方，是几马太。哎，他要，他，他这个，哎呀，我操，他给我挤的死角啊，挤死角，我可就。我你妈哭都没地儿哭去。哎，他要飞了，他飞起来一坐地的话呢，对周围一定距离会造成这个伤害，一下减一半的血啊，所以说打这个 boss 一点失误都不能有，真难搞。用这个 JoJo 里面成太郎的话说，就是真难搞。我记得我第一次用贵族的时候，不是会用那个灵魂剑吗？哎呦我操！待会儿再说吧，万一
要是被他们弄死了，我赶紧吃个草，吓死我了！我打了这么半天才掉了三分之一，才还剩三分之一的血，我哎呦，我操！我的心里小鹿乱跳。哎，忽然觉得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扩散尖兵长得特别？那个黑暗之魂里面那个上来北方不死院的那个不死院恶魔和这个扩散尖兵很像，很像，很像，只是颜色不一样，而且他这个长得可能是略微的改了一下，真的很像啊，那个不死院恶魔，那个扩散尖兵，哎，我觉得我有希望搞死他了，只要不贪刀应该可以搞死他，别贪刀啊，我操，你。哎呀，我跟你说，成败只在此一举，就两刀啦，两刀搞死，死吧，死吧的，我操，还有血，他妈的 ，Oh shit， 再来一刀 ，Oh my god， 我做到了，就在我这个蛋逼的功夫间，我把扩散尖兵搞死了。搞死了，真搞死了，真搞死了。哎，我记得这个是可以庆祝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把直接庆祝的话呢，不用右边这个列表怎么庆祝，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涉及到这个 PS3 手柄的这个多轴感应啊，几轴啊，我也忘了。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网络模式里面和这个其他的这个 PC 就不是其他的这个玩家互动的一个，因为这里面没法这个语音，也没法跟他打字交流嘛，你只能在地上留痕迹，那也没法交流，所以只能用这个肢体语言。好，我们直接从这个拱心石被召唤到了其他地方，没记错的话会给召唤到这个2-3的 BOSS 无神的这个场景。老实说，我是第一次，打赢序章这个 BOSS。那么可以看到前面这个火龙啊，也不能说是火龙，它长得和那个传统意义上龙还是有区别的。这个 BOSS 呢，就是2-3的 BOSS 龙神。这家伙要到后面才能干死他。序章，即使我打死了这个扩散尖兵，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主要是来捡一些物品。捡一些草和一些石头，这个地方他不会发现你，因为这个龙神的话呢，他如果看见你的话呢，他眼睛会变红，如果没看见你的话，就是普通的黄色状态，他这时候眼睛已经红了，应该是已经知道我来的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是必死无疑。这个地方就是强制你死的，基本上你捡完所有的东西以后，你就是被这个龙神给拍死，哎，真尼玛，这真尼玛，这个毫无人性的一个设定，真尼玛，太那个啥了。玩家一般来说，如果你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上来把扩散尖兵搞死，你肯定心里边特别喜悦。结果你发现来了这么一地方，你想搞死这个龙，发现你没法搞死。好了，同志们，我准备受死了。我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哎，没认出来，等会儿，这个我还真……好啦，我准备受死吧。我操！我捏了这个妹子，虽然不能说那种。绝代佳人啊，但是也是可以一看的，是吧？还化了下妆。那么这个封面上的人啊，是魔女尤莉亚。那么我们现在被召唤到了这个楔形石神殿，也就是楔石神殿。这个地方是一个被封印的地方。那么说话的人应该是防火女。也叫火房女，怎么说都行吧。应该是他召唤这个我这个主角。
他念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妹子已经死了，现在以灵魂状态回到了这里。This is the Nexus. It holds together the northern land of Boletaria. Thou canst not exit the Nexus, but each of the five archstones will connect it. 防火女告诉这个主角说，你现在是灵魂状态，你没法这个。啊，先生说你已经死亡，如今只有灵魂被囚禁在蝎之神殿，已经无法从这个地方离开。不过博取恶魔的灵魂后，或许能够再取回活生生的肉体。这时候给了一个蝎之口环，老是读不清楚这个字。哎，这个地方由于连着网啊，可以这个查一下这个别的玩家的这些信息。又是这里啊，哎，这个地方居然有血痕，这个是不是刷魂的人啊？因为这个游戏1.00版本和最早那个版本可以刷魂。Well, you slipped through the fissure too, did you? You came for demon souls, or to save this land and be remembered as a hero? Hunting for demons?Try one of the archstones. Now go. That is why you came, is it not? To this accursed Boletaria. 那么这个浑身冒着蓝魂的这个人呢，他这个人是比较特别，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坐在这个蝎之神殿的这个位置，然后啊，等待这个灵魂的消亡，最后自己也嗝屁。那么这个家伙过去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应该是有点名望的战士吧。但是可能因为饱受这个恶魔蹂躏的话呢，他也是放弃了抵抗。那么这个家伙呢是铁匠，铁匠鲍德温。那么一共有两个铁匠，他是其中一个。Just bring me all the souls you can. In trade, I'll give you weapons. 在他这个地方呢，可以升级你的武器，但是升级武器要用各种石头。那么也可以购买一些道具，不是特别多。他这个地方。Not a bad deal. 或者呢，就是我看看，哎，我现在刚才捡了三个硬石的碎片。可以把这个戟给加一，升一级。那么这个戟的话，应该是加到三还是加到五啊？可以往后出这个升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支的升级选项。我到底升不升这个啊？因为之前的话，升了吧，反正这个。现在这点魂也干不了别的，对吧？升了吧。Do come back alive. I need your business. 哎呦，你不觉得这个铁匠说这话特蛋疼吗？你要活着回来呀，否则谁来买我的东西啊？啊，这个地方有人提示别攻击。I'm stockpile Thomas. When the scourge came, I didn't know what hit me. When I came to, I found myself here in the Nexus. My wife and daughter fell victim to the demons.But I would be worthless in battle. At the very least, I hope to lend my assistance to you brave slayers of demons. I would be happy to lighten your load and look after any excess baggage. 这个叫爱储藏的汤马斯的，在他这个地方可以储存你身上的装备，然后还可以拿回你的装备，或者说是，因为他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居民，也就是这个博雷塔尼亚的一个平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了，但是妻子和这个孩子都已经被恶魔给弄死了，然后他也是非常后悔啊，也是甘愿协助主角来帮他免费拿东西，
这个面 Oh my. 这个女的 How has this happened? Has God abandoned us for failing to show proper respect to King Alant? Oh, Mbasa. 这个女的坐在后面啊，每回跟她对话，她就说一下神啊，什么我的天神啊，我的天神啊，讲一些关于她估计也是一个信仰神灵的。那么这个游戏里面背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里面有无信仰的主义的人，也有信仰的。嗯，主要我们看一下这个血痕，看看这哥们儿怎么死的。啊，今天这是刷魂吧，他这应该是刷魂吧，要不然为什么会从那儿滚下去？内心快气馁了。哎，对啊，说他那个内心快气馁了，刚才那个蓝魂啊，就说那个蓝魂，你如果找他对话的话，他经常就跟你说一些特别这个负能量的话，说你这个徒劳到最后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还不是跟我一样，你是这个要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烧死烧死吧。有人说啊，说这个蓝魂可能是这个游戏制作人他故意就是弄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专门调戏这个玩家。玩家一上来被虐成翔，然后忽然跟这个蓝魂对话，然后那个蓝魂说：“啊，你放弃吧，你放弃吧。”然后这个玩家就飞盘了。当然这也是刷魂吗？其实最早的话呢。这个地方好像过不去，我很难过，请给我评价。这个地方过不去。这地方也要涉及到这个游戏里面这个背景。其实很写实，有一半写实的色彩吧，感觉像中世纪，欧洲的中世纪也有很多可以考证的地方。那么它这个里面提到了这个。博雷塔尼亚最后一任这个国王，被称为老王的欧兰特，他是衰老，越来越衰老，然后他是忽然执迷于这个权力，以及这个内心的这种狂，有种极端的狂热，然后他就是因为当时，因为这个背景里面这个。上古的魔兽的话呢，它是就是说，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被利用，所以呢，就是借用它的这个无边的力量来这个获取这个魂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大概主要是跟魂有关。这个老王欧兰特啊，他是最后是召唤，因为自己的。极端的那种行为是使得上古魔兽这个复苏，然后就使得这个博雷塔尼亚灭亡了。